将并肩作战，一起去牺牲，一起去争利。这国要是没了，哪还有这个家呀？只倘能生还，固属万幸。这就是战争，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，我们别无选择。炸！国会议应当做出一个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决议。占领一个山头，四面开花，一起攻击敌人。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。向所有战死的兄弟们敬礼！